洗好了没有？洗好涮好了没有？嗯，这老太太有三瓶盐水，这个老太太有一瓶，已经完了。可以吧？好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。我这算不算多管闲事儿？大声说，算不算？不算。我这算不算好人好事儿？算。要帮忙一下，他不会说话，是吧？他的水掉完了。啥？袜子？袜子要洗，今天晚上要洗。啊、哦，洗出来明天穿，好不好？嗯，你上床还是坐一会儿？大声说话。这个叫啥？脏的，袜子。袜子。嗯。你这被子嗯，要去整理吗？我的被子不用整理，你坐在这里，我整理不了。他有一段是这个。累呀，真累呀！听你说话累不累？对，那你要平时要锻炼呢？你想表达啥意思？我要表达就，我是一种，嗯，刀工不错，你的啥不足？刀工不错。你的刀工不错，咋想起来说刀工了？你要是准备给我做点啥好吃的？我现在好几天没拉了。好几天没拉了，想不想拉？想拉，现在想拉不？想拉，那你去拉呀。刚刚蹲着的时候为啥不拉？现在又去拉是吧？等一会儿，你这个也完了。等一会儿啊。Thank you.